4月23日，话题女王甘露露现身青岛，出席微电影118号美女试睡员开机仪式。活动现场，甘露露母女为雅安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1分钟，并代表剧组向灾区捐助价值共计12万元的物资和现金，希望他们能重建家园。她表示，身为中国人，同胞有难，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帮助灾民渡过难关。随后，甘露露换上一身透明薄纱睡裙出场，躺在一张床上搔首弄姿，现场秩序一度出现混乱。当有记者质疑其衣着暴露不合时宜时，甘露露称要把戏和现实分开。她表示，此举是表达对角色、对电影的尊重。自己在微电影118号美女试睡员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个试睡员，肯定和床跟试睡有关系。甘露露表示，自己此次出演的角色虽然台词不多，但是很有挑战性，更多的是用肢体语言和眼神传递角色精髓。她坦言会把握这次机会摆脱脱星称号。当天，甘露露还主动爆料自己平时睡觉都习惯裸睡，认为这样不仅能让身体放松，还可以减排，清静自然。